冇怕啊！昨年初二份白氣拳紅血。他的級別是千二元，在香港這個是三合體育館比賽參賽800多個紅拳，他表演一套紅拳千二元獲得很佳的成績。好，功夫訓練基地學習這個是蔡李訓。Thank you.
Thank you.